我知道你要去哪里，我知道你要去哪里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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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道你要去哪里，我知
曹辉啊，你再去给他吧。 真正来这样所在上班，告诉伊阵，就毋是受伤才会简单啊！你到底是咧想啥哈？你真正叫我是讲，你来这上班，都是咧受罪，是毋是啊？我过去确实是做毋对代志，啊，毋过我嘛无可能为着受罪，安尼糟蹋我家己。既然安尼，你是安要出来找头路啊？你是安要加多遮尔可怜，遮尔无辜啊？ 我确实是做唔到代志，啊，不过我已经放乖啊，我有反省啊，莫去付出代价，敢讲安尼还阁无够？当然无够啊！你还是一个人，你永远无可能活。就算你要一世人，你都永远欠袂完。 拍拼，都拍拼得爽，啥物也是做无好，到底应该要安怎做，才能把我的罪行还完？到底要靠我不啊？ 真的吗？我送你回去。唔免啦，我家己要回去。嘉春姐，高雨妹，你来哭啦？是不是拄才在罗振去欺负你？你讲我想欺负你，我替你报仇。无人欺负我，我只是足感动的，想袂到伊安尼变心要来欺负我。 就像我厝家了后，大家拢在笑我，拢在骂我，干那你，就你，我要气向我，甚至搁无故意请你救我，来保护我，真正是感动。你嘛想浮夸，啊我本来个性就是安尼啊，讲义气的侠女嘛。 侠女，我拄则做的拢是侠女的做的代志，不管任何人哦，拄着甲你共款危险，我哦会咱咧跳出来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这毋是安尼嘞，你敢会甲任何人讲，讲你是伊的姐姐，啊，佫叫伊爱听你的话，甲歹人动的，叫伊行走。